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漆黑的魅影啊！而家我哋嚟到呢个水蓝队嘅基地，咁应该唔太难打啦，都系踩佢，再踩，好，哦呢一个就系大佬啦嘛，系啦，干部啊，都系卅零呢啫。踩死你啦！火技揸下，搞掂。哦哦，钢步即系未系大佬呢条友，原来今日去攞精灵球啦。呢度都系最麻烦嘅嘢嚟嘅。睇先呢一个系啦，之后呢一个啊，好有几个系雷霆弹嚟嘅呢度。入面就有大师球嘅金色柱，咁呢个都系雷霆弹嚟，所以我哋唔敢啦。之后要去边啊？我唔系好记得啦，睇下先。之后应该系过去嗰、那个啊，系啦，要过去对面嘅岛啊，六零市，咁啊打埋超人力道馆嘅。好，啊要打双打，咁打咗先啦呢度。哇，喺黑住我。我咁都唔死喎，你好嘢，可能俾佢威吓咗一下，吓一吓，好唔打呢啲友，好呢、這个就系换碎片啊，好似，好六零四啦，哇好大喎呢度，佢话教我用爆裂拳，诶后挂开学 ，OK， 必定混乱，打得五十命中点学啊呢招？呢度都整得几靓，都几特别啊！好，哇，但系好乱咯，见到呢、這个吊钢啊，系啦，吊钢高级吊钢，呢、這个就系天文塔啦。呢、這个基埃奇嗰嚿石头啊，呢啲咩嚟噶？无线交流换游戏，真系一啲同人连线嘅东西嚟啦。佢烈焰马佢中意粉红色嘅能量块，但系唔屋企呢度系，中意揾秘密嘅基地。好，嚟到呢一个超人力道馆啦。好啦，一嚟就要打双打，系啦后怪啦 ，OK。呢度用火技打咗只游击蜡先要报复。哇！俾人连环踢，好踩佢，搞掂。呢度首先揿我先嘅，之后就到呢条友啦。果然用踩佢，好啊！一下踩死，剪刀断头台。物理攻击。其实我想我都想用一用呢招，用一用呢招。钢系要唔要呢？钢系用嚟打冰或者岩石啊嘛。咁一系唔要呢招咧，好就咁。好呢度，咦？点解呢个俾过嘅？我因为过咗头先嗰度，所以唔使打呢、這个。好呢度要踩呢、這个，踩呢、這个。之后，哎，揿多咗啊！系啦，搞掂。之后就打呢个嘅馆主啦。咁都系双打噶啦，非常之麻烦一样嘢。依背咧，好，双胞胎嚟嘅呢个系，哇，四廿三呢喎，睇睇先。呢度用火打。傻掉呢只偷嘢嘅，可以试下偷嘢先。好，争啲死啊佢，好死咗啦已经。巨钳蟹啦，哇地震，火技保护先呢度。好，保护咗咁啊打唔中嘅，然后呢度换走，换唔换好呢？
但系唔换走应该会死。试下用转，试下用断头台啊！中唔中啊？断头台，唉，但系顶唔顺。火技，报复，太阳岩，大镬啦！已经冇精灵呢啲，我唔用啊。打死咗只雀好似好啲啊！好，好啦，好，但系都系要输啊呢度。啊，系佢有岩石系，唉，冇啦，输啦要，我呢个要升一升咧真系。好嚟多铺，如果再唔得就真系要升一升啦。而家就火爆喉都进咗化啦，然后叶衣贝36咧学咗招光合作用同埋剑舞嘅，咁但系都系冇招草技嘅。叶印斩就未有，因为要高呢啲先学到，所以就冇办法用啦。OK， 嚟啦！但我见到扣咗少少血，我哋叶衣贝。好，咁呢一度一嚟就先用火技打只雀先，保护。地震系，我都醒唔起佢有招地震。合金爪、砖头台，好，唔中，好死埋，咁啊大镬啦！咁啊，首先一定要杀只铜钟先，一开头，好，地震，震我唔死啊！呢一度，砖头台，大自烧。冇啦，输啦又要，或者试下用叶衣贝开头先。好，咁呢一度一定秒嗰只铜钟先，剑舞。好，太阳岩都系要必杀先嘅。太阳岩因为系有招嘅火技啊，踩佢呢度咬死佢，咬佢地震。啊，好痛！咁我揽住只雀一齐死啦，唯有呢度咬佢，啱啦，揽住一齐死啦！大晴天唔需要啦，大晴天呢度玩具填埋啦，好月石呢度保护，呢度咬佢，好揸下，喐唔到佢。断头台咬佢，可以搞掂啦。OK， 都估唔到有得赢，终于赢到啦。咁啊，升咗叶衣贝就 OK 嘅。然后就去潜水去中间嗰个位嘅，但系潜水诶又系冇精灵可以识噶啦，咁又系独角金鱼嘅。潜水啊，潜水边个攞咧？死啦！潜水咪大唔到攞啊？唔系，好似要去天文台先啊。系啦，要去天文台先啊。好，用火把喉试试啦。而家天文台呢度，好嚟啦。喂，唔可以俾你攞走个太阳石啦，唔可以俾你任意妄为啊。我只冰柱咧，一定要了解陨石嘅嘢嘅。点解系呢只啊？已经黑住我啦。火啦，唯有拎只怪异光线，高速升升，好拉达 ，OK， 火爆喉出嚟啦，不二打，恶技个不二打系宇宙中心所存嘅探测装置咧，就系我要搵，我一定要搞到手啊，打佢啦，报复首都。打死你啦！预知未来，有剑嘅，不过唔好意思啊，呢度咧唔会俾你通过噶。差字符，缓冲，又嚟怪异光线，好中意怪异光线，佢哋都，哇神鸟，啊，好，佢个咩嚟噶？蒸发啊，黑雨嚟，偷过你先，哇偷唔到，好，冲浪。搞掂，毒气双子超能力嘅用，好，照用呢只，
水漂泊，喷射火焰对我只巨剑蟹用。哦，死埋，打死佢，打唔死。地球头啦，好搞掂啦。好，击败咗蓝丝钢布。好啦，不过其实黑色个淤泥偷嚟都冇用，因为系毒系先至可以回血嘅，我冇毒系就冇得回血嘅。咁希望见到阿正反，我偷咗啦。做咩啊，靓仔？而家惊咧，真系唔走嘛？系啊，唔走啊！我听有人话要战斗就要干一般咧，风啊，大地啊，天空啊，好打啊打啦，咁多嘢讲。噪音首刀，同命报复，反拳攻，俾人一拳打死添。火马啦，咦，佢有正犯喎，偷咗佢先，系俾人踩影。冇计啦，要杀咗佢啦。阿伯怪可能有喎，偷一偷先知啊。黑淤泥，我都估到噶啦。火技不易打，毒气相持，又黑淤泥，喵喵怪。其实我咪应该死咗会好啲嘅呢度，但系都死唔到。好啦，死唔到，好，咁就留一个位嚟偷正饭，因为偷个黑色淤泥冇咩用。OK， 系啦，偷个黑色淤泥，嚟啦。点解意思咁？我如果系咁输，咁咪可以偷大吴嘢咯？试下先，火之兵团呢啲要嚟做咩啊？好难估咩？话俾你听，无妨啊！咁啊，并非用嚟测呢个陨石啊，但系咧具有设备所不具有嘅灵敏度啊，只要稍微改造就可以探测陨石碎片啊。当四种唔同嘅力量咧汇集嘅时候咧，就会产因呢个宇宙病毒而新嘅精灵诞生之时，亦都系重新复兴火之兵团嘅时候啊！帮手好啊，帮手咯。呢只呢只呢只 ，OK， 好。你有冇咩啊？有冇啲咩嘢俾我偷啊？好，偷个大唔嘢先，偷。唉，冇嘢俾我偷喎、啊。哦，一嘢俾人打死咗。精神干扰，冲浪，打埋佢，打埋大唔啦。好啦 ，Hello 架 ，Hello 架。哇，扣得好少啊，招冲浪。好，保护做啦，好啊，再开保护过去。哦，我死咗，你验马啦呢度。火技打霸王花，好用招大火啦，得。绅士啊，踩佢，不易打，哎死埋，哇死输咗添，我就谂住大唔会一个打埋落去，你知唔会？睇嚟冇咩嘢偷啦，我哋直接打赢佢啦呢度。一嚟烈焰马，好开波，好嚟啦。一嚟佢系毒系嘅，咁所以一嚟就减咗物攻嘅。好，呢个梗系飞跳啦，砸死只阿法怪先。好，麻痹咗。唉，我都中埋毒添。绅士啊！烧佢，神鸟哦死埋，巨钳蟹，靠你啦大五，我输我唔够打，靠你啦，系啦靠你打啦呢度，我净系食花生嘅啫，保护多次，唉失败唔紧要，顶住，哇中毒，顶唔住添，佢成队都黑住我，呢两只都黑住我，刚合作咗。唉，死埋，唔得，好难打，好难打呢个嘢。试咗最后一次唔得，就下次翻嚟继续打啦。一嚟交俾大唔打先，咁啦，好，交俾啦大唔，
保护。哦，鬼火，精神，念力。我哋呢度用断头台试下得唔得啦？哎，唔得，唔紧要。Hello 家 ，Hello 家一定烧呢个金属怪嘅，剪佢先。啊，又中毒，仲要剪唔中添。呢度用火马啦，踩佢，好一嘢俾人打死咗。哇，佢三隻都怕火喎，好似阿大吴哥，阿大吴哥你咪玩嘢啊！三隻都怕火，你都拎出嚟嘅，踩死呢隻先，叉字符。哇，佢一嘢毒到咁多，冇啦，下次翻嚟继续打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